的名字叫做黄敏欣，我今天表演乐器是小提琴。我今天演奏的曲目是《学生小秀曲》第十二、第三乐章。作曲者赛兹，赛兹是一位著名的德国小提琴家和作曲家，一生写了无数的作品，其中一半首协奏曲最常被演奏。这首协奏曲第十二、第三乐章曲风活泼明亮，第一主题旋律流畅，加上泛音和拨弦的演奏技巧，增加曲目的难度。第二主题利用双音让音乐性更丰富，最后用高难度的快速音曲展现小提琴的演奏技巧。今天为我伴奏的是蔡佩君老师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